早上好，我是威敏，欢迎收看今天9月29号的百格晨报。当各界人士都在希望这一次传召中国大使的风波能够尽早结束的时候，没有想到人在美国的外交部长阿尼法昨天晚上发出文告，证实是他和首相纳吉决定传召大使，并且认为这是符合外交公约的寻常做法。而这一个消息重重赏给多人响亮的耳光。如果你有跟进昨天的新闻，你会发现中国大使黄惠康多次澄清传召大使只是媒体的传言，同时昨天他会见代外长之后也表示对方已经跟他澄清和解释，外交部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决定，以及强调不曾传召中国大使。也因此大家原以为事情已经可以降温了，终于可以告一个段落的时候，但呢，外长阿尼法昨天晚上发出文告，却是完全毫不客气的赏给许多人响亮的巴掌，包括旅游部长纳兹里。因为他在前天晚上联络了多位部长与黄惠康见面谈论传召的事情，而外长阿尼法直言不希望再重演其他部长插手外交部的事情。所以现在整体事情的发展是纳兹里启程飞往意大利米兰会见首相，希望事情可以很快明朗化。另外根据可靠消息，昨天被踢爆签发传召信函的副外长，他也澄清否认该封传召信函是他签发的。最后来看早前 CDS 交易商对大马市场给出垃圾评级之后，国家银行总裁杰蒂认为这只是个别诠释，所以不会动摇国行的看法，国行将继续保持实施不调息也不定会的立场。来看今天的其他新闻。前副首相穆尤丁无关一身轻之后，外界都在期待他会否和前首相敦马哈迪联手反首相纳吉，所以当两人日前一同在波黑出席活动时，都被揣测为要密谋推翻纳吉。对此穆尤丁昨天返回国门时向媒体做出否认，指两人出现在同一个场合只是一场巧合。来看最后一则新闻。昨天才传出沙地阿拉伯主权基金开始从全球市场中撤资，而今天则传出阿布扎比政府主权财富基金阿尔巴投资公司拒绝认购兴业资本的总值25亿令吉的附加股。根据路透社指出，阿尔巴投资公司是兴业资本的第二大股东，他们或许是基于呢大马的经济与政局动荡以及兴业资本的股价不断下挫而做出此项决策。不过目前双方都不愿对此事做出发言。那今天的晨报呢到此结束，谢谢你收看。